220。Hello, police. Hi, 大家好，我是 EJ。那么今天呢，我们的 Cretopia 团队们呢，就来到了圣伦班这一区。像我们今天除了拍摄之外呢，当然来到外州去工作的话，我们也是要懂得吃喝玩乐，是不是？宇君呢，还是会有一个本分的，还给你们热饭哟。好，整个。不错一下，带到。哇，它的咖喱味，就一开始喝下去的时候，我觉得一根血做到什么，好像没有什么差价，但是你喝下去，你在在你嘴巴再逗留差不多可能三秒钟的话呢，就觉得喂，它这边的那个咖喱好像很有吃的意思。他的血压高的指数是，就是说比一般人真的是好很多的，比较高，就慢慢一直上到去，最高也是打18到20，有时候可能连续几天。之前 research DM 的时候，他就是要打20多，现在他只需要打10多，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啦。他喝 research DM 大约就是从2019到今年4年，喝了4年的 research DM。你确定要跳舞？说我们完成了第一个地方，明天还有第二个地方。是的。好，谢谢安迪。谢谢阿妹啊 ！Rap for the first rap for the first day. Half rap. Chicken rap, beef rap. 去一肚子。Okay, bye. Welcome back to my vlog. 我看我们今天要跟友金一起睡同一个床。没有同一个床的干呐，塞你看了面的是有三张不同的床。你看，我没有接近我的同事，是我同事来接近我的，我是特别安全的。This is sex abuse. You come and let me touch your body, then you say this is sex abuse. But you touch me first. You touch me first. But you look at joy. I enjoy, yes. 晚上喝多一点，然后。今天晚上要 try something different。哦，但是我说真的，这个房间很 bathtub， 我真的很喜欢。No? Bathtub 不是给一个人泡吧，而是给多多人一起泡的。所以水类的话，今晚就请吃 bathtub 吧。OK， 期待你哦。Fuck。你讲到我的手都开始抖了。你上别怕。你看我。我的手都在那边抖了，已经讲要跟我们一起泡澡，不要，哎，这么我自己走过去，这个会卡掉 ，fuck。So， 我们这边有一个 single bed， 两个 single bed， 一个 double bed， 已经。嗨，大家好，我是 Straight Guy。来，杰森，今天冲凉花多久的时间？半个小时。我冲凉半个小时算是标准时间。错，是一个小时半。为什么？三个人的半个小时。我呢？可以是。你用了三个人的半个小时，你用了一个小时半。我只算我的时间，没有别人的时间。
OK， 我们现在就进去看杰森重量的样子。哎，没有说。哎呀。Second day of filming, we are now in JB. JB stands for Japanese 基督人。我们昨晚发现到这边的店啊、路牌啊都很大，那个字都很大。因为自己可以去诠释了，我觉得。然后他们这边很多，还有很多种诠释。Family KTV， 还有 Family Spa。然后全部都亮亮 colorful， 但是翻那个是 family 的，所以 yes， 我不就是长得很 family 的啦。你要讲那个、oh. 我们住的那个 hotel 哦，楼下整排啦都是 clinic， 有不同的 specialist， 有眼科啦，有肠胃的啦，有一大堆不同的啦。而且这里哦，感觉上很多东西都是一整条街都是同样的店的，就是好像修车啦、改车啦，也是一整排，也是一整排 ，massage 也是，吃的更加是哦。所以我们睡觉一整排都是 Cretopia， 对，一整排都是 man。就是我接不到话了。我们去吃早餐，叫什么名字？吃什么早餐 ？Restaurant 花木鱼，它是一个算是海南早餐的地方。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的第二个 location， 这个是一个马来人的家，然后已经搬完东西，已经很累了，你看那样子 ，super tiring。这不是，这是早餐吃了这么多东西，吃了像大个鸡排还是累。这个是休息，为了可以走更长远的路，所以这一刹那一分钟坐着可以拍两个小时的。已经是休息是为了跑路，不是为了决定。然后这个家小小可是很精致，等下我们就 set up 然后拍摄。你的脚怎么好像昨天没这样严重了呢？本来是没这样严重的、所以经过昨天我们拍摄的时候，这么你看过去耶，这么大的这样子，想要小孩子做错事情这样子。那我来解释啊，为什么他突然间会这样子。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拍摄的时候给我踩了一脚下去，在我的伤口上面撒盐。所以我们想要找到的 location 是在 sofa 那边。我们的。Gula saya yang paling teruk 12.2. Itu masa tu ada doktor check up dekat tempat kerja. Saya nak hidup normal macam dulu lagi lah.
Nama saya Atiatu Saadah binti Su'ib, umur 58. Saya dapat tahu yang ada kencing manis tu, saya umur 57. Semasa saya tahu yang ada kencing manis tu, saya semestinya risaulah. Macam gelisah, macam sedih, macam itu.车里面拍的 car shot， 然后李建生拿着 cam B， 然后我们看鲁金拿着 cam A， 然后我们这个是要拍 drifting 的 shot， drifting 尴尬， drifting 啊。dengan segi kesihatan saya pun sekarang alhamdulillah lah cergas. Easy zebra.Yeah, it's a wrap, kakak. Hey, masa kita sudah, kami sudah habis syutingnya kami. It's a wrap. It's a wrap. It's a wrap. Thank you, kakak. Bye bye. Natasha, bye bye.哎，是我们从芙蓉拍到去Johor，今天第二天我们已经拍完了。It's a wrap. 去在哪里？有。雨俊。啊、回去记得买新的袜子。哈哈哈哈哈！我看到。老魏。OK， 现在要回去巴生了，一定我们有多个小时了。四个小时。也是三点半。四个小时。哎，三点半就回到去就七点半了。七点半，等下我们半途的时候， okay. 会不会有什么惊喜的话呢？拭目以待。五目以待，六目以待，一代一代。拜拜。